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只要再不咬的话，我就把妹妹勾下去。有大有机会。嗨，各位大大们，晚安，我是雪广。通常我用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，就是需要一点回血的时候。那这一次影片赞助厂商的都是你们都知道的泥的钓具，感谢，感谢。我觉得应该是泥的钓具看到我很会拉小提琴的头发，所以签下我为网络合作小伙伴。那当然要成为我的合作小伙伴呢，一定要给我们观众最大的优惠，因为这是需要宣传的活动、奖品、优惠什么很多，所以让我看一下小仓。台湾一层要说的是满500送250，凡是在谢光尼的虾皮购买的一层商品，只要满500就送价值290的限定版鲷鱼烧一盒。哎，不对啊。他说满500送250，结果实际上又送290，200是不是八十？八十，这是什么？除了谢光尼的虾皮之外呢，我们也可以到其他钓具店去购买。晋托路亚、新城宠物水族路亚生活馆、芦洲鱼彩钓具、头份鱼友钓具、大理雷蛙小铺、中和晨曦钓具、台中明阳钓具西村店，总会送出150包限定钓鱼烧，送我为止。150包，哇！我操，田馥之友，热狗榜，台湾限定混装版的鲷鱼烧现在在特价249元。这个原因是因为一层有跟我说，他说现在虾皮上已经有出现很多大陆卖场在卖仿冒品的鲷鱼烧，因为夏天快到了，所以想要做这个活动，让大家看看真正的鲷鱼烧的正品是有多鲷多烧。所以假如说害怕买到仿冒品的话，你们可以到谢光尼的虾皮，或者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些钓具店去购买，就绝对没有问题。然后画面上这个 QR code 是我跟尼德一起创的 LINE 的官方账号，你们其他人可以加入。想要看到更多资讯的话，所以有其他厂商想要加入我们这种合作钓具店的话，也欢迎加入跟我的小编联络。在这边感谢台湾尼德跟尼德钓具的赞助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去抢这个赠品，赶快去抢，然后抢完之后回来看影片，这一支影片超屌。这算是拍到我梦想的画面，我们觉得鱼虎炸水花很棒，那我们就用空白机炸给他看。好，影片正式开始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谢光。最近外来种鱼虎肆虐日月潭，然后身为一个钓客，听到这个就是想要来挑战。然后我们这一集呢，我们是要拍摄挑战到钓到最大的鱼虎，甚至那一种米级可以跟世界纪录比的那一种。然后这现在这个季节呢，刚好是他们护幼，就是生小孩。然后目标是要钓什么？钓他的爸妈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。然后这部呢，是花了我们最多的时间、最多的钱、最多的力在拍摄的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好，假如你们喜欢这种户外型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点一个赞，然后帮我订阅。假如你不喜欢的话呢，帮我点两次不喜欢就 OK 了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开始 ，Go。Hi yo, good morning。又来到水鸡船长的船屋上了。哎，水鸡。对。他说：“白痴啊！白痴啊！绝对破迷。”啊，我们今天可以绝对破迷一下吗？可以，今天取腰绝对破迷。好呀啦！好，我们等一下策略呢，就到潮区来去钓换气，然后还有钓水桶都不带障碍的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只要再不咬的话，我就把妹妹勾下去，把她丢下去，勾下去给她来。大咬！吓死！好，我来讲一下我今天要用的装备，全新的 Prada 63C， 配上19安达 MGL 三代的暴力眼2.5号，是吗？2.5。好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拿别人装备来介绍？因为每次介绍我自己的装备，那一只就不会中。Hey, 我先要拿鞭，然后等一下乔治就不会上面。哇！好了，白痴哦。好了，这才是我的装备。然后详细的我都还是会标注在我们说明处，所以可以点开来看。
我来用一个软那种踢腿蛙。哎、欸，这不叫踢腿蛙，这个叫什么？踢腿踢尾鱼。11点有点太大了。用这个好了，80。他妈咖米的。有没有听到啵啵啵啵？那个就是电鱼，另外一种叫毒鱼啊，水鸡在毒鱼。哇，拔河队队长。开玩笑，我国中八号冠军呢。真的假的？啊、那游戏的时候，我要跟你同队。拔河的时候，前十秒是不是不能出力？头要往上扬。我没有你们没有？干，那就是你们不会啊，还跟我拔河冠军。看，他就不拉我，他妈就把他拉过来，他也没办法往后了。你看，看你这汗臭，我阿妈都拉得赢你啊。有大有机会。好，要要要！谁跟我说这个捉钩率很低？OK， 哎呦，跳到杆子，哦，没事没事，有丢有机会。什么事？呜呼 ！Hell yeah！ 干闷啊！哎呦，这是什么 ？Yamagami 80钩，好用，买！哎，刚咬超近哎，刚咬在我前面的草，我直接眼睁睁的看大家，然后就哦，然后我选白色的哦。他刚咬了我，直接看到他跟意大利面一样吸进去，哎，然后把这边美鱼被掉了。我这台有在拍吗？有，谁？需要来冲啊，背光，不好意思啊。不要啦，那需要那个垃圾鱼。白鸡，我跟你讲，下次一个。哎，水水，呀呀，哭啊！取消游戏资格，对。里面都压到线，有点起吗？这个很厉害、欸。卵虫都丢在茭白笋堆里面就会中。干，超扯，那很难拔出来。超扯。那前提是你先要够硬，够粗、欸。啊，他都拿30磅、25磅的去打，啊，我只有我们拿那种8磅的。再不换，懂放哎、欸，谢瓜，懂放哦，再不换了、啊，再不换，哎，我现在前面，我干，我是觉得有压到，这全部都磨损掉了。我们遇到紧急事件，什么事件呢？就是我刚刚发现我里面的线啊，全部都受损。那捆线我用太久，用了1年多吧，而且它是钓鱼虎来讲，我用2.5号其实有点太细。所以我现在换一下线，不然不行。我觉得我又要中大字。刚刚那个很可惜哎、欸，刚刚那个断奶下去直接航空母舰，砰，很棒哎、欸。尤其钓鱼虎不要用太细啊。我现在用的是3号线了，我2.5号打障碍真的太硬了，打个闭。等一下，等等等。他的手皮的，他的手皮。超会搭。炒火干底，我觉得我快中第二条。OK， 哎呦，你们要吃茶叶蛋吗？要。你哪去买茶叶蛋？
哦，好香哦！打开罗罗，把西，再把西打大脚。我在吸掉哦，这太香了吧！太香了。改变策略，我们来沿着岸边来打打看。哇，你看那种，我们等一下要打的地方就是像那种边边地方，那洞洞里面，那里面都会躲鱼。我们再打进去里面看看啊，沿路打这样。哎、欸，这里好帅哦、喔！对啊。哎、欸，走位啊！哎呦，跟出来，跟出来，跟出来！刚有一只跟出来，很小只的。没有，它往左边钻下去了。等下转。嗯。哦哦哦哦！我靠！哎呀！哎呦呦呦！两只，三只。哎，不累，不累，不累！靠！我刚停下来，它还咬哎。心中皮破菜，我妈以前都会这样说，心中皮破菜，是这样讲吗？皮破菜，刚刚那一只嘛，几只娃娃呢？几只娃娃？然后两只加起来啦。哦、那应该有了。哎、欸，他刚才龙卷风哎、欸，我耳在那里，然后他们在徘徊旋转。我知道啊，你抽一下他就咬下去、啊，抽一下就呜，然后转头他就吐掉了。对啊，我看到。左边打水漂，哦，有点歪，好扯啊！而且还两只哎。对啊，那一开始只有一只。对啊，然后他朋友就一起来看，哎哎哎，干，有白痴，有白痴，又想用这个钓，我们早就看过了啦。还是甩尾。哎哎哎！我靠！回头啊！什么东西？要追出来！不大，那只大概……哦！哎！脚！线断掉？为什么？寸断了？磨进去了吧？我刚刚看它吃了，直接钻进去。啾啾！哎，出事，阿贝！白痴啊！我衣服要没有人绕肚子的，你要绕屁股这里呀！你要绕下面一点，再下面一点，等下再下面。不会啦，哦，在下面一点，你要骨盆跟我的身体分离，不会哭啊，下半身这样是两条腿，不会，你要至少在这里的话还有上下可以接，没有啊，来之后想拉断很多拉断，哦，有实验手套不倒手，哦，哎、欸，现在不要拉哦，我现在拉就到脖子，现在三级，不会啊，小姑帮你拉住，来，到脖子，三二一，干，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开了哦！哎哎哎，想不到哦！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拍得到吗？我这里随便给勒一条线哎、欸，当真的你用力吹我就直接啪，然后就，到时候看不到我影片了。看掉一个 YouTube， 直接绝地老鸡升起哎、欸！真的不要用腰来拉线，会出事。差一点断三指。对啊，我差点前后上半身、下半身分开，哎，好，好可怕，这是太会魔术了，啊，直接变毒。把它卷起来啊！
滑到软的地方。什么东西？钓鱼虎啦！我的钩子这样转就出来了。好扯啊！今天炸满了，满炸哎、欸，一直炸，好炸啊，好炸哎、欸！我在想说，反正就是一直炸，就是其他一只还有小只那一只。那我来量一下这一只，哎、欸，量我觉得我直接把它抓起来。OK， 它看起来很像你的宠物，你要跟它培养感情。小乖，小乖，你要牵它的手，你要牵它的手。好，来。我要烧他的羊。哎呀，啾咕咕啾咕咕咕咕，哎，变乖了哎，哎，再次再次，啾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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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乖哦，这乖的话，哇，赶快自己跳到鱼池上量一量，来速度量，60了，快60了，把它摆正可能啊58、59这样，快60。好，绵绵，这只要不要吃？Nope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子了，赶快回家了，拜拜，拜拜。